送俾咁多位同學仔啊，朋友仔啊，今日嚟到好開心啊！我哋試過喺度搞 party， 拜上母親度喎。此次相遇，我害怕这人间处的苦，回头后会不光亮的，浓浓浓浓的思想，还在大家都要好好珍惜，利用每一個時間做好人。